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台湾特色植物。这次要讲的是台湾二叶松。不过先声明啊，因为我对松的辨识不太在行，我80%确定这是台湾二叶松，也有可能这是琉球松。有狗在叫哈，要管它。也有可能这个是琉球松，不过看树形还有就经验，我会觉得这个是台湾二叶松。不过如果有人知道确定这是琉球松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跟我讲，那我会把这整个影片撤掉。好。然后重做。不过如果没有错，是台湾二叶松的话，台湾二叶松就是一种松，然后常常会当园艺植物，或者在路边，在港前站附近的那个人行道那边啊，有蛮多的台湾二叶松，或琉球松，那边是琉球松，不过就是长得很像的东西，对。那他们的叶子呢？为什么会叫台湾二叶松？是他们的叶子，就是针针叶嘛，一个节点。就伸出了两片叶子，啊，失焦了，没关系，两片叶子。那高山啊、平地啊，都常有这种松的东西。好，那就这样咯，我是台湾特色植物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订阅或者在影片下方留言哦。拜拜。